万难而问，谢谢啊！您的慢餐您。谢谢。副经理，早啊！你今天下班有空吗？我这里有两张电影票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晚上要带回去给我女朋友做饭。你有女朋友了？有了。所以你一直不参加同事聚会，就是为了给女朋友做饭啊？ 你女朋友可真幸福，不过你这样也太辛苦了吧？我要是女朋友，我才不会让你这么辛苦。能够照顾喜欢的人，怎么会辛苦呢？对不对？谢谢。客气。